我是极限少女纪云。有时候东西拿不到的时候，剑就是我们手的延伸。接下来就用一首歌的时间，跟着我们一起进入极限瘦身吧。Get ready。第一个动作准备， Round 左右挥砍。Three, two, 预备， one, 开始 ，Go。记得要蹲低，然后往地上砍，然后跳高，然后翻边，加油。第二个动作，深蹲往下砍，深暖身哦，要这样把我们身体去热开，加油， Go. 开始，加油，用力的往下砍，再往上跳，还有十秒，加油，撑住，Break. 好，下一个动作，来到做我们的核心。Round three, two, 左右挥砍 one, go. 开始。加油，把我们的身体去热开。还有十秒，五秒，休息。Break. 下一个动作，来到我们的往前跨 ，Round four， 后跨 ，Three， 跳，这样的延伸哦， two, 预备， one, 开始。Go. 这样往前大步的去跳，换边。想象你前面有一个水沟，你要跨过它，小心的。Round 5, 3, 2, 1, go. 做我们的上次，记得要蹲低哦。看前面有东西，伸手过去拿。底下有水沟，跨过它。准备，换边。休息。Break.Round 6, 3, 2, 1, go. 换边。休息。Break.Round 7, 3, 2, 1, go. 开始。脚尖要抬高，然后上半身保持平行的。加油，换边。两秒，一秒，休息。Break. 下一个动作。Round 8, 场次跳 3, 场次 2, 开始 1, go. 想象前面有东西，伸手过去拿，手先走，换边，好， Finish. 结束。做完了，大腿有没有觉得很酸呢？现在我们来重点整理一下，我们在做长次的时候，膝盖不要这样子过度的去压它，你可以垂直，像这样子或是这样子，千万不要让你的膝盖这样子去压它。以上就是我们的极限塑身，用一首歌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极限塑身。然后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在下方订阅，有任何问题或是想训练的肌肉部位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